做这样子似乎好像做没有完成的哈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把那个逗点拿掉的话，当然我方法很多了哈，我想到的是怎样，我就把这个 S 怎么样用文字函数配合前面好像有教过 LEN LEPS 加 LEN， 就是我今天是用 LEPS 的意思就是说从左边去切字串，切什么字串呢？切 S逗点切几个，就是从左边算，算到它总长度扣掉一个，那不就是左边一直算过来，最后一个就不见了。那怎么叙述啊？逗点 LEN 刮弧 S 嘛，就是它的总长度再减一后刮弧，这样不就好了？好，应该懂那个意思吧？哈，那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答案。有很多方法，那我想到可能是这样的方法，但你可以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，可以把最后一个去掉的，对，还有什么 right 长不行 ，mid 可以啦，但是写出来好像并不是很好。OK， 那大概是这样的哈，反正就是用 left， 好，那应该懂那个意思了哈。那最后输出的话，你可以发现哈，我把它执行，这个逗点就不见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会多一个叫文字串接的哈。然后再来下一行下一个部分，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配合那个我云端上面的这个程式码，可以再把它 Outlook 给把它寄出去，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寄出去哈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，我们要再做一件事，就是把那个百家姓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把第一栏以后的东西先删掉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呢，百家姓二的东西也先删掉，这个东西本来是不存在的，它是怎么来的？把这些东西串接完之后，自动帮我摆在这里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你可能就要用什么，用土法炼钢，或者是用函数，好，那里面的话可能会牵涉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全部串接在一起，那怎么全部串接？也许是吗？等于这个 ，and 这个 ，and 这个 ，and 这个，然后打勾的，不就串在一起了？好，然后呢，再怎么样，再把这个串这个串这个，就跟刚刚一样嘛，然后再向下填满。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它会多一个什么，多一个这个空白，你要如何把空白快速的把它移除掉？好。OK， 那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，可能就要用取代的。可是取代毕竟不是最好的方法了，因为有更好的方法的话，那可以来做了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。